这个非洲里面上面挖掘了第一枚啊，协助守门这个残骸化石。残骸化石，这个上面这个呢，也就在5000年以前。这是咱们李先生那个项目的李先生的，25年的探索，26年正式启动，这张这个之前我只是在书本还是在电视剧什么的就看到中国文化的一些方面，但是现在真的能来到这里就很近的跟中国的文化交触，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事情。很激动也很震撼，因为我没想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居然是那么伟大的。我妈妈是中国人，我爸爸是德国人，所以我妈从小就说她小时候以前也养蚕，终于能看到它们。回德国的时候，我肯定会告诉我朋友我在中国看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们会好奇。这次的孩子主要是来自那个德国和西班牙。中华的文明5000年，它的根是在那个运城，所以呢我们想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我们的学生了解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回去以后呢可以就是说对他的同学啊、老师啊、家长做一个浅浅的一个传播，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亲身感受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蓬勃生机，激发大家对探索中国的兴趣以及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然后呢也是希望给孩子们留下一段难忘的美好的青春时段的一段的记忆。